节特别节目《行走唐人街》将于今天晚上10点在本台新闻频道开始播出。《行走唐人街》将以现场直播和纪实专题相结合的方式，用全球大视野来报道全世界华人华侨欢度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的盛况。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生动反映了广大华人华侨在海外的人生境遇和变化。